熊猫啊，我把你打成熊猫啊，来吧，来吧，老弟，这啥宝宝啊？这是啊，涂山童是吧？啊，兄弟们 ，GM 熊猫，我觉得这个 GM 它不是 Six God，Six God 有花招，它没有花招啊，它没有，它只是一个普通 GM 号啊，简简单单的天机城，它就算对我释放技能，也仅仅是吸引我的注意力，就这啊，我操，我操，就这，这平平常常，小水货吧，怎么说啊？兄弟们，风宝宝的话可以，他使用不了药品，他连解封都没法解封。掌心雷，来 ，OK， 你总不能在高级精神集中吧？就这，老弟，不会影响你工作吧？你不会因为你是 GM， 我是普通玩家，你打不过我，明天就丢了工作吧？冰冰啊，来吧，老弟，开始折磨你，随机 Q 花文侠，哎呦我去，就这，老弟啊。心疼弟弟啊，就是一个挨打，哈哈哈哈，我宝宝拦都不带掉的啊。先给对方凝滞，不能说不会玩吧，属性全面压制没办法。非常的膨胀啊，非常的爽，操。哎我去，就这就4000的血的虚弥，晚上你们要是这种号跟我们鱼岛浮战队打，我建议你们上10个人，你们开个什么王阵啊，比天阵能多装5个人的阵法。把消息打开，我在这个区应该可以随便说话了吧。泰山压顶打宝宝零点血，哈哈哈哈，锤爆了，啥玩意儿啊？哎，什么鬼？都闪开啊！狂虐 GM。哎呦我去，这都啥玩意儿？长乐灵仙花好月圆，上来就开始回血。我为啥骑个特技？牛逼！哦，这宝宝不能每回合再自动回血吧？真的真的，咱们给他打的，他可以说是一点招都没有，他就只能看着。天机城，他们到时候可能用双天机恶心人，我怀疑。我啥叫更新装备？我装备一直这样，在我的服务器我受到限制，在这个服务器我可以火力全开啊。兄弟们，给大家介绍这个新的175的召唤兽啊，这个叫什么长乐灵仙，然后它的特殊技能可以自动回血，现在我们目前保持100%肉啊。哎呦我去，哎，还是个立天机，这老弟啊，你听说过一个灵宝叫真阳令旗吗？兄弟们，他没了，他没了，他没了。有真阳令旗的宝宝增益是永久性的。我等16回合再出地厅，我先清一清。你有全面压制，你不能无魂舔啊，对吧？好，真阳令旗就加上了。他选错人了，他跟谁单挑都能打一打，能施展一下宝宝的威力。关键我封宝宝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有个宝宝叫老和尚吗？他没有 ，Six God 有，他们是正常的哈。呀，哎呀，什么鬼？我操，能强制我变身卡？不是，这场外因素吧？这是，我怀疑他敲代码了。不是，你 PK 啊、哦？他大家都变了，应该是外部吧？外部原因，外部原因。你照妖镜顶多让我没卡，你不能管我变啥卡吧？开始给我新年快乐了啊！这加上真阳令旗也打不动他呀！你出血宠，我等你血宠隐身没了，我就开始给你那啥了啊！
哦，加，哎呦，加提气了，666666，我有真阳令旗的宝宝，谁也不好使啊！大嘴巴子啪啪扇，就，就他妈你7x24小时认真的为玩家服务啊！我让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，天气冷要多穿衣服啊，天气热要注意啊，热伤风了，就他妈你提醒我上号要送我宝箱啊！我要我代替啊，玩家们狠狠的教育教育你啊，让你们也知道过小年了啊，好好休息啊，过完小年就是年，明年开始不用工作了啊。他出血宠的话，我出去是带感知的。我操，我咋没感知呢？啊，这儿呢。哎呦，我操，我来了。哎呦我操，你来了。哎呦呦呦，小伙子你们还有地厅呢，看到你们这条件出地厅我都不好意思啊。你们地厅也就造型是地厅，一是担心没轮子，二是担心没发动机，三是担心没有变速箱啊。你们的地厅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慌啊，就这啊。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，小老弟开始给我来神木林小花招了啊，就这，我操。来，让我试试你的威力。来，胡同上我看他们法防高不高，又变成小老虎了。给我兄弟们，我都没封他啊，他好憋屈，被我各种啊。还给我来个避雷针，知道一个从天而降的掌法吗？给了你一份薄面，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？你后面的熊猫不熊猫我不管 ，GM 的面子必须得给。啊，这就对不对？你跟领导参加过运动会吗？打过篮球吗？打过乒乓球吗？打的是 PK 吗？是人情世故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故意的啊！下一个出力劈我就不惯着他了，他应该是没了。他这天机城好卑鄙啊，速度好快，他总出隐身的宝宝太恶心了啊！不过他还是输，因为我出下一只宝宝他就没了，他宝宝隐身没了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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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小老弟又给我出地厅是吧，又给我出地厅。你首先出地厅你速度都比我快，另外你得能防住我的出其不意，地厅没了，他搁这给我搁这呢，我都没给自己起天地啊！起天地我怕他一刀戳死我。不用烟雨，正常换出其不意他就没了。这他不迷糊吗？小老弟还在这给我飞星呢。你出几个宝宝了？他应该没有血宠了，我只怕他那种有隐身的血宠，那只隐身的血宠他能卡药。下 OK， 变身也没了，尾了。感谢我果蔬配松哥赠送的火箭，谢谢果蔬配松哥帮我过的妙笔丹青任务，谢谢果蔬配松哥送出的火箭，谢谢。刷出两个火箭，同时也成为了我们的榜二，谢谢我们的敏源果蔬配松哥啊！你慌了啊，全变成黑佣金了。谢谢果蔬配松哥啊，直接出须弥干我力劈。出力劈不理解，谁告诉你力劈就非得力劈了？力劈他不能平砍吗？今晚这么刺激吗？对呀，今天晚上就大仇得报了啊！等会儿组五个人在这个服务器闹翻天。哦，
神佑了，天湖之舞，兄弟们，新技能天湖之舞，强行，不是应该强行恢复20%血，增加攻击呢？咋没了呢？我告诉你，力劈怎么用？怎么劈力天机？力劈也能平砍，懂不懂？棒！他们的硬件低频我没有硬扛过。真阳令旗持续回合149回合，哇，他是真铁，他多少血呀、啊？他血好多啊！要不是我准了，我早没了。啊！他怎么能加血？我操！他两个都被封印，他能代码加血。我靠！我刚才看见他加了6300。你刚才露馅了。兄弟们准备请他吃笛子了啊，兄弟们活动马上要开始了，我要参加一下活动。直到一个从天而降的，哎不行，真阳令旗没法重复使用。我操，不是吧兄弟，他妈这么打 PK 谁能赢啊？他被封印没宝宝能加血，6394，无聊啊！我也是年轻，我没啥事跟你较劲，我跟你打 PK 啊。